我想你接的蛮好的，真的蛮好的。除了这个房子以外，你说整个国家，还有特别是外交、国防，还有国际合作方面，都有很好。我觉得这个权色会的这个韧性这件事情，确实把它提高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来是比较，因为前阶段都还是在酝酿跟了解整个情况。但是，这个整合的还有国家资源的整体的运用，那确实是要一个比较高位阶的这个整合的机制，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决策真的很重要。我们就职也好几个月，我要提点一点。就是我把那个不同的分别的话拿过来念，很简单的，没有，就比较有色彩。 这个看起来蛮清爽，外交、国防还有国际合作方面都有很好，大家都很有经验。好，不是。 谢谢，谢谢，慢走。哦，谢谢，谢谢，慢走。